Welcome to New Shanghai Song. Today I'm at Bund for an exhibition. Let's go. I'm at ART Shanghai Gallery for Zhang Xiaodong's solo exhibition, Leaves of Infinity. Hey, 张老师您好，如果说您以一个导览者的角度的话，会怎么样带我们去看这个展呢？你走进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特别的感受力。一入门口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敦煌巨幅的壁画。 但去第一眼映入的时候，可能感受到其实它真的是层层叠叠的，有非常大的功夫要去完成它。您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完成？我陆陆续续的那幅作品，它会做了半年多的时间，过程不是你每天都在去不停的，你要去看它，你要去做一点，然后再去看它，做一做，然后再去看，它是一个非常繁复的过程。 做的第一部的龙鳞装的作品倒是在，我们可以去看一下。好的。这是这样一幅作品。这幅作品我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才完成它，所以也是我的第一部的龙鳞装的作品。所以你看到它谷中的叶子。 有规律的敲击，你在阅读的时候其实可以这样来打开。当时为什么选择以这个题材？其实最重要的是我被这里边的文字吸引。你们觉得每个字放大都是一个艺术品吗？那5000多个字32转，每个字放大是一个艺术品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艺术的总结啊。您就是什么时候开始了解并且学习龙鳞装的？ 这种的形式其实存在于很久了。中国的唐代具有的一种书籍的形式，但是我去走入它的时候是在08年的时候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，电子书充斥着我们的生活。我个人认为还是要产生物化的东西，就是龙鳞装这样的书籍形，完全能够满足我们对书籍的向往。所以整个的展览其实它给大家带来是一个从具象的思维。 逐渐慢慢的转化成一个抽象的思维，再慢慢的由这种抽象的形态，再逐渐的回归一个色彩的圆的过程。